你找死。有几个问题实在是不明白，想要询问一样。你问吧问吧。这南元城如今还有穆家吗？那现在是一宗三阁四族，绿影血宗、圣丹阁、聚仙阁、通神阁、古家、林家、萧家和黄家。通神阁，这通神阁呀，似乎与穆家余孽有关。多谢了。哎呦，你打听通神阁干嘛呀？人呢？通神阁，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啊？兄台好眼力，这是家师慕云的画像。这么丑的画像，若是让我知道是谁画的，一定要暴打一顿。欢迎来我通神阁。把你们最高等级的炼器师叫来，我要炼制一柄极品玄器。你是谁？这张图纸乃是在下师尊所藏，不知阁下从何得到的？你师尊是谁？师尊名曰慕云，门口的画像你没看到吗？画像？你竟敢打我！这是不孝弟子齐明，见过师尊。穆导师，画的真不错呀，耿心宇。这是怎么了？火急火燎的。哥。我就知道，你怎么可能死？你怎么会死？回来！我回来的消息先不要暴露，我自有安排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你们通神阁的护法了。那我现在就以通神阁副阁主的身份欢迎你的加入。副阁主？那阁主是谁？有什么事吗？今日新招护法一位，领来见一下阁主你。居然是他。子木先生，这位就是我通神阁阁主王新雅。此处也无外人，子木先生可否以真面目示人？子木先生因为所修武的缘故，不能以真面貌示人，还望阁主见谅。阁主放心，我可以保证此人绝对可以信任。既然副阁主作此保证，我自然也无异议。先带子木先生下去，我还有要事处理。子木先生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三年时间都过去了，你为何还没离开？可是，我只跟随你一年时间而已。既然你现在回来了，那剩下两年时间，现在开始算起。副阁主，门口有人闹事，说我们炼制的下品玄器有问题。走。你一回来就出问题了。哼，出问题不是刚好，刚好显示出我这个护法的作用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